雨晴，雨晴，干嘛呢你？干啥了哥？没烟了，去帮我买包烟去。嗯，走。快点啊！嗯。这丫头最近怎么这么爱抽烟啊？这都一个多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回来呀、啊？你怎么那么慢呢、啊？让你买包烟，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啊？出车祸啊？嗯，严不严重啊？好像骨折了，还流了好多血。叫救护车了没有？啊？有没有叫救护车？叫了。这样子啊，你别怕，你在那等一下我，我现在立刻过来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快点儿，雨晴，雨晴，我看看，我看你上哪儿了啊？救护车呢？你上哪儿了啊？没事儿。你没事儿？嗯。你不是跟我说你骨折了吗？不是啊，俺刚搁这看热闹了。还不快点了？把那么多网球拉走了。我看你个头啊！你下回能不能把话说清楚？啊！行行行，上车，气死我了！谢老爸，啊，走吧，俺可以给你做好吃的。等你做好，我都饿死了。你不看现在几点了？去外面随便吃两口。嗯，关门。给，拿着，给你买的。谢老爸。走了，回去了。啊？没事，要这个。几个破娃娃有什么好要的？再说你都多大了，幼不幼稚？哎，赶紧走了，我回去还有堆事儿呢，快点！啊，我帮你看一下，这太好了，你老公，差不多了，我再找一个。我车上刚好有点空啊，我想加两个当下装饰。啊，过来，你就喜欢这个是吧？啊，老公能行不？开什么玩笑？你就蹲在这里准备捡就好了。啊，准备好了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就这个。抓一个，抓一个。你要接着。可能这机子有问题，这样子，要不我们换一个啊？来，宝宝，你能不能对准？我没对准吗？我没对准吗？啊？